间突然变好慢，心态变色，明明世界只有多好看，好像我记得快被烦恼错过了，身体只剩躯壳，缺乏了想象力的梦境让我不再保持饥渴，但只能够靠我自己改观，选择的路不论窄宽，最高的出口只能有探访，无所谓跨越精神里的开关，全能发放心灵签证，我喜欢直走不喜欢拐弯，是不是只有耐心等待阴霾散尽，而不是仰仗关心，死鬼想要生活干净快进，当你吃过的下一场修炼，不想再唉声叹气，因为人间的暗涌，我想做好准备看起，在无声音的身影，包容人都会犯错，感谢你赐予我们的音符，甚至是温度机会，在平凡的众生触碰到也会闪烁，曾用流量来怀疑那些真正的听众，他们说我的自语注定不可能会平庸，但现在又注定光顾了心胸，贫穷的当被掏空的英雄，所以 Mercy Mercy MeI'm only human being， 我宣布的态度时常会夹杂人性，宁可写进歌里也不说给家人听， Mercy Mercy me， 我不会忘记错过的多美，也从没忘却遭遇的魔鬼，心里最难能可贵，时间的匆忙也没办法改变我是谁，付出过汗水还有我的血和我的泪，很多事情还没知晓到底错或对。嘿，我说，英勇的战士们是什么？还能让你独守着这儿？乘风破浪之勇是什么？还能让你在激流中长歌千里？负苍天而小天下，做一个入世者不好，可是青竹招式文献，做一个传道者不好吗？可自由弟子三千，如苦夫子一般，受人尊敬。哦，与其在牢笼里祭祀生命与荒唐，不如痛快拼搏死一场。OK， 哇，这边的村长觉得很不错啊。对，寒天冷飕飕，年年春长又有愁。正月十五，我们会有一个狮子的教授，三月三，黄土娘娘参道会，风雨空大的天空百姓的梦。五月端午端阳节是白虎的天赐的梦。七月初七天和那个阎王织女的梦。五月八月十五，一个月中月圆，高中很重要。为何让你说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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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让对，要兄弟了，要兄弟了。哇！哇！厉害！厉害！上车！回来。好，左边。回来。手尽量打弯哈。好，回来。好了，来右边。喂，七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下大点七八九三。